你想这个整个从变成这边传到他后，然后过来想，就是好，反正不解释不解释，到了那话，非常那个电网，在大概是说哪还得丢丢他们五分钟，不是，就是先看到那个价格的一个5万多少也成长，他公司这种一不精神哦，就是专设的这些啥货嘞，他平台的就是项目啦，啊，你若便宜一下，我给你的便宜车，讲一下，你的轻松还有你生命啊。但是你后，因为你后出你出事来，你讲这位太太嘛，这位先生啊，就像这位先生，您先生的看到你的轻松，因为你贵，他得到的轻松，你的生命，所以话一看到你都是做轻松的对啦，是不敢掉他们对啦，所以去接触的。啊，那去钓拢迄钓苗，钓袂对，钓袂迄拢刺啊，哦，迄毋捞啦。啊，若食少点点的，还是钓，还是抓，还是钓，安尼钓。然后有一个要去游，实在蛮好，教你一个方法。哦，即个老师我听袂哦，你对他绑一百三十米的绳子吼，你给钓了苗，以后钓苗钓不起啊。绑一百三十米嘛吼，你讲你报警嘛，人他都无啊吼。啊，食少一下吼，啊，出个点点啊，先上来对啦，对不对？你个八十八十，讲起来或者五十八，两个是大个，你们走嘞，你不敢在厝边嘞，不敢在厝边嘞，讲起晒个，不敢在厝边，不敢在厝边个，讲起笑个，讲起笑，过去呐，讲起这俩，就变下个老爹俩哩，变啦，哦，变个厝边头个。我是讲恁爸爷，恁感情处比讲恁爸爷感情处比，两三个人一摆一摆变一回，就爱同意。后壁代志又好，一条消啊，一条一条消啊，无代志啊。哦，所以呢，真是修得功夫了吼，要修得功夫了吼，所以要消啊吼，叫伊消啊，咱就啥不得，咱唔免对啊，咱得当低调，咱咧无上道，叫做无上进进进啊吼。所以咱有不好的人，倒来感谢伊吼。伊是逆境的时，伊是逆境的善知识，为的是顺境的善知识。所以我想讲一句：逆境要小心，顺境要小心。啊，逆境要忍耐，顺境啊吼，顺境。